清雍正年间，清廷残暴不仁，为了巩固皇位，不择手段，收买武士，组织血滴子，以达铲除异己之目的。因此，爱国之士纷纷躲避，免被清廷所害。但一腔反清复明的志愿，至死不渝。时，清廷遣派一武功高深莫测血滴子，名风神无忌。假冒喇嘛，掩饰身份，率领左龙、左虎二人潜伏山林，刺探民情，以便随时随地弑害忠良。风神性情乖僻，手段毒辣，三人狼狈为奸，甘为清廷鹰犬，为人所不齿。左虎绝壁，独背人。风神师叔，当你收到死牌时，也就是我俩命丧中原之时。主牌上所刻，乃独背人。师叔，独背人是大明朝的遗孽。我俩奉命追杀，没想到反被其所害，希望师叔为我俩复仇。
龙、左虎两位师侄，你们为大清朝尽忠而牺牲，我一定会找到独背人替你们报仇。经理，练基本动作。是是。
今天我要跟你们讲解一下练轻功的原理。小四，你来啊。这是轻功的第一步，练轻功的第二步就是提聚丹田之气，减轻自己的重量。你下来把石头倒掉。提丹田气，再上。是。这次摔下地来是丹田之气没有聚好，也就是说功夫没有练好。能提丹田之气在箩筐上行走，那轻功的第二步就算练成了。再下功夫苦练，到轻功的第三步就是飞檐走壁。你们大家都跟我来。今天我给你们的示范做到这儿为止，你们要有恒心，早晚一定有这样的成就。继续练习吧。是是。消息大惊小怪的，师父，鹰爪门举办三省武术大会，不分门派、年龄都可以参加。好，对了，我们都去报名。师父，你也去报名啊？师父，你要参加的话，一定会拿个三省冠军回来。师父，外面都久闻独臂拳王大名，你去露他一手，让他们开开眼界，我们脸上也好添一份光彩。对，您去。学武术之人讲的是强身报国，虚名还在其次。何况我们的身份特殊，蜻蜓鹰犬早就在各处注意我们，我不希望你们去抛头露面。师兄，武功比赛高手很多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，就让大家去开开眼界吧。取人之长，补己之短。李师弟，我们应以大局为重，别引起蜻蜓的注意。不过让大家去见识见识，我不反对。好。
排棍。你就是三省全会擂台主持人？不敢当，在下鹰爪门武长胜，正是这次大会的主持人。你既然是主持人，我倒要问问你，我为什么不能够参加呢？这位老兄，你是误会了。这次比赛虽以三省武术界为主，可是并不限于这三省之人参加。但是老兄，你是暹罗来的外国人，所以怎么样？武术比赛拳脚无情，与会之人都要立下生死状。你是外国人，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可担待不起呀。我不远千里而来就是为了比武，立生死状有什么了不起？只要能证明老兄的确真材实料，那参加绝无问题。好腿功，我也要领教一下贵派的功夫。藤牌棍，是。放心，我自己会小心应付的。
身上，留到武术大会表演吧，请到宾馆休息。来人呐，是带路。是，切。舞刀取胜流，要马次郎，楼上丙字房。你是楼上丙字号房？嗯。小四啊，啊，带路。是。当清廷获悉三省举行武术大会后，恐为反清复明义士，借比武为名，暗中有所举动，遂指派封神前往查访。封神更勾结国外武林高手参加比武大会，以便见机行事，一举而铲除爱国志士。因此，比武大会招待处龙蛇混杂，危及死局。哎，再来两壶酒。啊，来了来了。哎，伙计伙计伙计，大爷肚子饿了啊，弄点东西送上去啊。好好，你先上坐吧。别忘了，行行，好好，马上给您送去了。快点啊。好。那边店儿抓啊。哎，来了。师傅，请请请请。六六。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借过你吧。哎，就来就来。哎，对不起对不起啊。哎，借过你吧。来了来了。哎，师傅，您请里边上座。六九满，三星锤。哎，走。一定要。师傅，您吃点什么？素食锦面。素食锦面一碗。四五六七，又是一张打死七个。哎，伙计，来酒来菜，哦，快点快点，你这客官，哎，酒菜，哈哈哈，你请啊，哈哈哈，请啊。哎哎哎，哎，怎么吃饱了饭不给钱就想走啊？哎，我会吃饭不给钱？你知道我是谁呀？你是谁呀？他妈的，我会吃饭不给钱，连我是谁都不知道。
哎，你们听着啊，我是鼎鼎大名的独背拳王，你们看我一拳打死七个，你们看那，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。哎，以前我一拳打死七个，今天我一拳又打死七个。哎，你一拳打死七个，七个什么呀？我一拳打死七个苍蝇。哎，不得了了，哎，出了命案子了。他是不是独背拳王啊？他不是独背拳王啊，他是在外边混混的啊。管他是不是的，我一定要杀尽天下所有的独背人。爹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坐。这次比赛除了许多武林高手之外，还有几个陌生人参加，我看他们都来路不明。擂台之上拳脚无情，一不小心就有性命之忧，我真担心你抽签会抽到那几位武林高手。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小爹，比如前几天那个叫乃猛的人，要不是给爹拦下，他那一飞腿就够你受的。要是你抽签抽到他的话，千万不可好胜心切，不敌认输也罢。爹，王尼也是鹰爪武馆之主，怎么老是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？小爹，爹在武术界混了这么多年了，讲的话都是金玉良言，你千万不可当作耳边风。好了好了，爹，我听你的话就是了。听说独背拳王于天龙也要来参加比赛，是不是？嗯，请帖是送去了，到现在还没有消息，恐怕他不会来参加了。我看他就是不来参加，也一定会来看看。独背拳王之名，武术界无人不知，要是他来的话，也会替大会平添一份光彩。报告馆主，大会准备一切就绪。好，通知下去，比赛准明天开始。Ah!
右帐篷，快刀汪强。西后帐篷，无刀取胜，要马次郎。好轻功。打仗鼓。死的给我抬下去，东后帐篷，地旁十八番，李三，西后帐篷，铁木山，牛四，打仗鼓。
真气护着全身，现在眼睛一瞎，真气泄了，铁布衫弓就破了。地堂十八番李三胜，帐篷阴沼吴小蝶，西后帐篷侯权马悟空，打正骨
也打去。哎呀呀！天神赵武胜，抬下去。帐篷旋风双臂手雷公，西后帐篷瑜伽听哪心，馆主有信，承您过目。师兄，你要上台去。我不是为了出风头才来的，我先回馆休息，你带他们看完了再回去。是。
看蛇形拳，谢星。西后帐篷，八步螳螂拳，童儿打掌鼓。清廷派来的雪笛子，不错，雪笛子风神无忌。好啊，我武长胜今天总算是看到了作恶多端的雪笛子。你这样滥杀无辜，是奉了清廷之命而来的吗？哼，武长胜，你听着，独备拳王杀了我的师侄，我一定要替他们报此血仇。哼，你好狠的手段！今天在我主持的武林大会上，你滥杀武林人物，我不把你拿下，我鹰爪门哪还有立足之地？凭你小小的鹰爪门想拿下我？不过我要找的是独备人，没有时间跟你瞎扯。好，集合训话，集合训话。很不幸，我们正德分馆刚刚开始成立，暂时就要关闭。啊，关闭？关闭？为什么要关闭？为什么要关闭？师傅，为什么要关闭？是擂台比武，有人大开杀戒，相信你们全都看到了。哎，看到了，是啊，我们都看到了。刚才那个老瞎子是清廷派来的鹰犬，他手里的杀人武器就是作恶多端的雪滴子。啊，雪滴子来了！雪滴子来了！大家静一静。我讲的就是清廷无恶不作的雪滴子，想不到他趁这次比武大会
来残杀我们武林中的人物。师父，雪弟子再厉害，我们要想办法对付他。对啊，师父，我们要对付他，师父，我们要对付他。那个雪弟子就是来对付我们的。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件事情，那个老瞎子他有两个侄子叫左龙左虎，他们俩平日作恶多端，在几个月前刚好让我碰上了，在山中大战了一场。那两个鹰犬让我杀了之后，现在这个老瞎子就突然出现了，刚好是在谢星赢得比武的时候，我看八成是冲着我来的，只不过杀错了人。师兄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可是我们是练武功的人，总不能躲他一辈子，何况你是独臂拳王。谁说躲他一辈子？我们学功夫之人一味躲避退让是懦夫，光靠功夫不知死活是愚勇，这两种人都不是我们的榜样。我们大家要学关帝，智勇双全才是练武人的本质。所以在没有想到破雪弟子方法以前，我们大家不能硬碰，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伤亡。这边事了了，你我赶回本馆，马上召集弟子，立刻解散。久仰独臂拳王威名，擂台之上无缘相见，特上门来讨教。你来的不巧，本武馆已经关闭了，想溜可没那么容易，雪弟子他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哼，我已经找人给瞎子带路，一会儿他就会到这儿来的。你这个走狗，我先教训你。嗨嗨吼
陈勇，李丹他们快现在快讲话的那个就是你要找的。是无刀取胜流药马次郎，这是破庙，你是我救的。我是你救的？那我父亲死了。你们有句老话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还是不要胡思乱想，养好了伤再说。我的伤不要紧，我也没有胡思乱想，可是我上哪去找那个红衣服的瞎子报仇？凭你的本事报仇是别想了，还是养好了伤先跟我回去吧。跟你回去？跟你回去干什么？看你人还不错，带你回去教你武功，要你成为无刀取胜流第一个女弟子。笑话，世上哪有这种一厢情愿的事，办不到。办得到办不到那是以后的事情，好好歇着，我去找一些吃的回来。于天龙，哦，原来你是。嘘，哎，清水镇后街有个山神洞，穿过山神洞有个小屋，是我练功之处。你先到那儿歇着，我回清水镇解散管仲弟子之后，马上就赶来。好。向关帝圣像行礼。强敌随时会到达，我留在这儿收下关帝圣像就走，等我有了破敌之计再召集大家。你们赶快先从后门疏散。是是。
尊驾不是来找我比武的吧？你来的不是时候。独备拳王见面不如闻名，原来是这么一个胆小鬼。你们中国人有句老话，可杀不可辱，想不到你是可辱而不可杀。关帝圣像，别人！小姐，我师兄回来了。师兄，你的伤要不要紧？啊，一点小伤算不了什么，倒是那个挑纳星给我添了不少麻烦，差点脱不了身。五姑娘，你的伤不要紧吧？谢谢你，我感觉好多了。好的，你就安心在这养伤吧。神勇，弟子们都疏散好了吧？是的，都疏散好了，随时可以召集他们。嗯，好，我们进屋去，从长计议。嗯。于大哥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竹子的韧力好强，那么锋利的斧头都砍崩了。
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太有关系了，雪滴子里面有一圈刀刃，虽锋利，但也不会后果斧刃。我现在想到对付雪滴子的办法了。真的？对，我们快回去召集弟子商议破敌大计。我打的东西好了没有？好了。谢谢你啊。是要买大棺材呢，还是要买小棺材？我不要买棺材，我要借你地方用一用。你要借我的棺材铺？雪滴子的方法我已经想出来了，不过我的构想是否一定有效还要碰运气，因为雪滴子实在太霸道了，光是飞行回旋的冲力几乎就没有东西能阻挡。今天我把大家找来，就是要在跟雪滴子动手之前把他那个爪牙先去掉，这也是我计划中的一个步骤。沈勇，明天一早你到街上去把他引来。是。哦，来了来了，快走。
到客栈去找那个风神老瞎子，马上带他到这个山洞来。哦，好，钱给你。哎，连我的脚都给烧焦了，快把尸体抬走。是是。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，大家赶快疏散到山后边去，等我消息。快！是是。大哥，我不走，我要留下来跟你在一起。为什么？我要亲眼看你替我父亲报仇。不行，你留在这儿会使我分心，搞不好两个人都要送命，犯不着。
姓于的，我们这笔账该算一算了吧。我早就等着你来，可是没想到你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来凑热闹。人是我救的，只要他跟我走，我就不管你们的事，否则的话，不要等瞎子来，我就要你的命。不错，人是你救的，我欠你一个情，可是要我跟你走办不到。五姑娘，跟他解释是浪费时间，你躲开。
Yeah.